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靓靓班长的频道。这一集就是靓靓班长愿望成真系列的第一集，主题就是与我喜欢的男声合唱。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是有参加上年的中年好声音二，只可惜只是可以入到海选，就入不到108强啦。当我看着海选直播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位参赛者的声音是很吸引我的，他就是黄永森 Andy A 特，当时他的参赛歌曲是《地久天长》，我都将黄永森的海选片剪辑出来摆在我的频道里面，直到现在有66000几次的观赏次数了。而在上个礼拜二呢，2024年的5月21日，我邀请了 Andy 和我一起开直播，我们唱了三首合唱歌，所以我想给大家听听。我喜欢黄永森的歌声，所以呢今次有机会同佢合唱，我真系觉得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我知道咧，我都系唱到甩甩咳咳，仍有好多地方系有待改进嘅。我会努力学习，希望下一次唱俾大家听嗰时候会唱得更好嘅。谁知高
情仍够搏击我心头，尽力避免到最后还有。老风波做今天，还有几多美了情将继续缠住我。多少往日愁仿佛心中透，我往哪一方走，任何在背后。从今知道热情仍然是没法说因由，就是害怕再接受还有。
忘记罪过，要向寂寞无助。随时一再远去，难舍弃。每次看见冷冬到访的你，也仍冬至温馨细腻。日再远飞，难舍弃温柔的你。那年冬天，冷心上没逃避。随时日再远飞，难舍弃，忘记不起。每次看见冷冬。我又再想你，恋爱的已死，心里的痛亦悲。随时日再远飞，难舍弃。又再跟你，每次看见冷冬到访的你，那年冬至，两相遇上。随时日再远飞，因难舍弃温柔的你。那年冬至，两心遇上，孤独地。好，多谢晒。其实我要同黄永森合唱都系有少少难度，因为喺女声当中咧，我把声系比较低沉嘅，而黄永森咧喺男声当中系比较高音嘅。我自己唱歌嗰时咧，其实我一向都系降低三格嘅。咁但系咧，如果啲合唱歌降低三格嘅话，黄永森根本都唱唔到，因为太低音啦。所以我提议合唱歌嗰时咧。我就是给了几首歌黄永森揀的，那他就揀了三首出来了。跟住我们要定歌曲的 key 的时候，黄永森就说了，人在旅途洒泪时和温柔的你，他可以就一就我降一格，但是对我来讲呢，其实都是太高音的。我会继续学好一点，希望下次呢跟黄永森合唱的时候可以唱得更好听。大家订阅了黄永森的 YouTube 频道没呢？如果未的话，请你订阅 @AndyWong1431。如果够500位订阅者，黄永森就可以在 YouTube 开直播了，到时大家就可以听到他美妙的歌声了。而在第二集，我都会同一位我喜欢的男星合唱，大家估不估到他是谁呢？各位，今集的梁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